歌手严爵爱苹果三 C， 即兴创作《苹果之歌》。超有才气的歌手严爵，有着斯文外形，平常创作和灵感来源其实可相当依赖三 C 产品来帮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严爵，今天跟大家介绍我的私人收藏品，从我手上的鼓棒到练鼓的鼓垫，到练鼓的时候要听的音乐音响，跟我爱听的 CD。这边的这个音响很值得介绍，因为这是Apple 苹果唯一出过的音响，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做音响。这个也是音响，但是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的体积比较大，所以通常旅游没有办法带这台出去，那就带小的，所以在旅馆还是可以听音乐，还是可以创作。除了刚刚的自弹自唱，这么难得采访到音乐制作人严爵，当然要来请他帮咱们苹果日报谱个曲子。那要来一个苹果即兴曲一号。让我们继续欣赏苹果日报之歌的同时，来看看严爵其他的三 C 产品。我是一个忠实的苹果迷，那我会喜欢苹果有很多原因，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设计、有设计感东西的人，同时我也是喜欢创作的人。那苹果的产品就是，一直在我生命中带给我很多可以创作的能量。虽然身为艺人，但因为个性腼腆，严爵始终觉得自己露齿微笑有些别扭，还把某人的照片放在手机当桌布。我给你看一下封面，封面是这个花斋。因为我最近在学怎么样开嘴笑，每次有很多通告或者是要拍杂志的，我只会微笑，然后那样开嘴笑就很尴尬。我最近在学花斋的笑。哎呦，没关系啦，粉丝就是爱严爵的斯文有礼，但笑容灿烂也是超有魅力的喽。东新闻自弹自唱，好厉害报道。